谢丽文和郑比特，很开心啊，很开心啊，他很棒，对，你更棒、就是，你更棒，谢谢。傅伟杰真的很 sweet， 然后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其实我有很多想法，他就是一一的真的是尝试了。这次跟 Coco 姐姐合作，其实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对，继续努力，因为你的未来是无限的。刚刚我听了好多的掌声，大家都支持你。对，谢谢。感觉是最后一集的感觉。没有。其实我是前辈，那可是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给后辈多一些机会展现他的才华。我希望所有的观众看到你的才华，你比较重要。谢谢。你比较重要，这句我麻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都爱 Coco。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非常非常喜欢曾比特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谢谢。所以两个大家爱的人带了一个这么有爱的舞台，我们亲爱的金曲出品团最后会在他们两位当中把更多的支持给谁呢？3、2、1，请选择。